哇塞，1914是稳当了，有史努比。来喽，茄子蛋最近超有名，盲盒哎，这台机器很漂亮，奖项在这里。一丢娃娃呢，治疗愈。这个地方充满着科学。开始画，完成。这件很有感觉，咸蛋超人哦，这个好像有点帅哦。10周年特展。会动的清明上河图，这应该也比这个历史的名家，动物大迁徙的感觉，极高啊，全系列的，大杯的真奶啊，哇，好香哦！这边的人4面8方一直冲过来，这里有很多一分散，这是没必要的，抽到有为止，上头了各位，一组到齐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台北的第3天早上了。那我们等一下要 check out 之后，先去寄放行李，然后我们再去昨天的那一间早餐店吃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，Go Go！ 我们现在捷运放东西，请先放空箱子。好，这样。多少钱？1.10元，哎呦，蛮便宜的。成功了！我的密码是227434。寄完行李，我们再来吃早餐，还有200块。我们刚寄完行李，旁边是小巨蛋，然后9月3号好像有羽球公开赛。我们刚才走过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野生的周天成。这个比较好吃。我今天吃猪套餐，好吃的，熏鸡跟蛋沙拉。比昨天好吃，完食。好，我们现在吃完早餐，我们要坐公车去华山1914创意文化园区逛一下。下个礼拜一会不会很多人？我们下车了，走路过去2分钟可以抵达，骑 U 拜就好了。哦，看到那根烟囱就是了，这根烟囱，园区拍摄规范，哦，有些不能拍，好哦，有史努比，星宇航空的，6月25到9月15。哎，请你来看史努比。就是这里。哇塞。1914闻到了。星宇航空。这里有扭蛋。一分散。我们今天有来那个牛奶圆罐跟牛奶，爸爸跟巧克力圆罐。来，来，来，我们要喝。可以吗？外面有那个扭蛋，300块，超大扭蛋，坐姿娃娃，乖乖哦。这包可爱。哦，有了，找到 Miss 了。来喽！哎呦，有机票抽奖哎！好牛的哦！掉下来了。
没了哦。怎么？什么？一个小包啊，史努比小包。好，收不住。好，谢谢。感觉还蛮好看的，托特包。看一下它封面，对吧？高追。这个是蓝色，蓝色你喜欢的。这也是一番赏的，也是一样，这也可以拍照。茄子袋最近超有名的。汤姆猫与杰利鼠，哦，好可爱哦！手可以跪着，这是什么？立体滑鼠垫，盲盒哎、欸，还有什么角色？剩这一款、欸，对，其他卖完，真空的。哦，这里又是，也是300块。这台机器很漂亮，美颜。这可以卡片制造哎，可以做姓名贴，50块就可以了。哦，按得出来呢，按下扎起来，我印出来了。好大只的公仔哦，这个很可爱。便条纸，256张。然后奖项皆超过300元呢。那盖的便条纸直接赚，只是不知道会抽到。奖项在这里，超大型的扭蛋，按一次即可。我没有办法用转的。它是那个啦，别啊！哦，对，哎、欸，所以你要看伊的速度吧，哦、是这样。他自己停了嘞，你们都不按，为啥你歪蛋？你丢娃娃呢，没歪呢？绝地鼠。现赚200，恭喜啊，峰哥！哎，赶快嘞！往一边哦，这球上面。对啊，我不疗愈了嘞，可以买。魔力电浆手。它是一个真空的玻璃球，内部有低压惰性气体，中央金属球接上电源后，内部气体因高压而产生电浆，发出数条不断扭动的光线。手慢慢接近，光线会向手靠近。哦，真的哎！哎呦！这1999有几个？6组啊，啊6组，哎、欸、呀，蛮便宜的。那时候我去别的地方看是小组的90块。这个地方充满的科学呢、欸，这种是科学的东西呢、欸。这个地方很特别、欸，
感觉很好玩，沙白。从我开始画，画一画就变成这样，很疗愈。真的，它这是赛先生科学工厂，难怪里面充满着科学。这个是那个，好像是化学的东西，因为化学很烂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元素周期表，对，元素周期表，这个可以买给你学科学的朋友。我觉得这里还不错，有很多主题规划得很好，每个主题每个主题这样，然后每一馆每一馆不同风格，感觉可以逛一天，而且都冷气。捐钱啊，这样啊，哇不完。完成。一氧化二氢。决定了买一罐。赛先生科学工厂，这个地方真的蛮好玩的，蛮推的。知音文创，这个我在九份跟那个淡水看到啊。音乐盒，哇，好赞哦！香啊，卖香薰的，本机的话是我们人际关系，就是人缘桃花，那紫水晶是智慧，这个是天火。对对对对对，花包括的你，对，超香，就是这个味道，机物喷雾。这个很酷耶，这全部都是用纸箱做的，超厉害。然后成品就是这样用折的吧，自己折的，酷耶。这是什么问创，我对这件很有感觉，卖酒的。哇，电影馆不能拍照，居居华山电影馆，加上，哎呦，卖玩具的哦。这啥？咸蛋超人哦。哦，我们来到哥吉拉了。好像有点帅哦。超能力霸王，英雄展哎、欸。
420。这个是猫猫虫嘎波，赖贴土豆10周年特展。这个很可爱呢，哦，这个也有雷标。不自由。去爬那个军舰岩就可以买这个会动的清明上河图，我记得很多人都来看这个，还是有免费参观的啊。我们来看这个会动的清明上河图，商店免费参观啊，我们只能看商店免费的。这应该也不是历史的物件，这是应该也太帅了吧！这很被选了。迁徙的感觉，还有一只狮子王，海底世界，换了10枚。我来转这个吉卡哇全系列的，比起说这两个，五枚，转了，哇，粉红色的。蓝色的，又加码两抽，又抽两个黄色。司机说他想要黄色的，就抽两个。午餐我们来吃春水堂。哇，好大杯的蒸奶哦，还有红油炒手。这是麻辣面线，还有附这个特制辣酱。哇、哦，好香哦，香菇包起麻油哎！哇、哦，好香哦，红油炒手，真敢香。黑豆椒，红豆炒法，完食。我们来吃这个卡士达鸡蛋糕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口味有4种。
好复杂，这边应该是结束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台北地下街看一下，我们要走去捷运站，走去善岛市站。我觉得这里好乱哦，你看这边的人四面八方一直冲过来。我们要去 Y 区地下街。这里有很多一分散，可以来捡漏哎。只有9.5分呢，这里没有，他没有卖10分的。哎，我10分也这样，41800。哦，你看这三家价钱差这呢，是啊，28000、8800够来呗。好帅啊，那。真的是金呢，够好，唔知。这是 Vicky 要的，我不知道他要哪一支。再来一支。开。哇，没有中到 Vicky 要的。再来，抽到有为止。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加油！我上头了，各位。没有抽到我要的。转了十几颗，然后跟老板换了这一只。这只好像转蛋里面20几颗，只剩下这一个。这样我就6个角色收齐了。一组到齐了，有人要买吗？只是多的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地下街逛的差不多了，也找到我想要的东西。等一下要回彰化喽，结束这3天台北之旅了。我们回到小巨蛋领行李了，应该是那个吧？666，取完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3天台北之旅准备要进入尾声了。那以上是今天分享的。如果喜欢片片哦，记得那个喜欢，还没有订阅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旅程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